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ack Labs， 你们的音频 DIY UP 主又上线了。前段时间我做了一台地雷功放，并把它完全开源出来了，就是这个。做了的同学可以弹幕报道一下。我通过小伙伴们的反馈来看，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成功的。有的小伙伴甚至表示，这台功放让他对地雷功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。其实我自己对地雷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看好的，特别是它在偏监听方向上的表现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更偏向监听的特性，使得很多人觉得地雷功放没有味道，像是白开水。于是我就想要味道，那可以加个电子管前级呀，往白开水里面倒点红酒。于是我就动手做了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，拥有电子管前级的地雷功放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新做的这台电子管前级的地雷功放了。布局尺寸和我们上一台是完全一样的，不同的是我们之前是两颗运放做前级，这次呢是电子管做前级，后级功放部分没有任何改动。这样一会儿我们做视听对比时，就能很好的判断出我们这次改电子管到底有没有效果了。这次电路板绘制依旧是用开源的 KICAD，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这次设计好以后，我还做了仿真测试，确定没有问题以后才打的板，确保一次成功，省时省力。这里也推荐小伙伴们在做纯模拟设计时，多做做仿真实验来作为参考，会节省不少成本。由于这个电子管的尺寸根本放不进盒子里面，所以就直接裸奔了。等我后面入手 CNC 雕刻机以后，会给它做一个类似于我之前做的耳放那样的亚克力外壳，会更加漂亮一些。我这次选用的电子管是来自俄罗斯 EH 的普角6922，价格大约200块钱一支，素质非常不错，在使用上与国产曙光的 12AU7 差不多，但是在灯丝连接方式上有所不同。6922没有中心抽头，两个灯丝串联，供电电压是 6.3 伏，电流300毫安。我是用 AOG1282 芯片做了一个 DC-DC 降压电路来给灯丝供电，这样电源就不会太热，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小体积的功放。因为这个是旁热式的管子，所以对灯丝电源的纯净度要求会低很多。大家可以看到 20kHz 的正弦波信号输入，经电子管前级后输出非常完美，没有一点失真，和我们仿真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做好有一小段时间了，声音表现我个人认为很棒，但是还没有与之前的那一版正面硬刚。真正 PK 起来到底哪个更好，还是两个差不多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接下来的试听环节就决定这一版到底要不要开源了。如果这个电子管前级的确实有明显提升的话，我就开源出来。如果表现一般，没有明显提升的话，那这一版我就不开源了，省得浪费大家的软妹币。毕竟电子管也不便宜。现在就请大家来猜一猜，这个电子管前级的功放到底能不能行。这次试音的音源依旧是用我做的这个解码器。音箱部分，我这次是把中低音的扬声器给升级了一下。升级的原因就是 YouTube 上面一位网友留言问我用的是什么喇叭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我这个是某宝70块钱一对买的，有点丢人，所以就升级到了一对日本进口的，应该会有一些提升。那下面咱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请大家戴好耳机，我们开始试音。芳草碧连天，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Still those voices are calling for